艺界吼的发展即马都咧困难啦，啊，歌厅拢无，啊，无得唱，啊，即马搁疫情。我爱冰冰秀，因为一点仔问题，详细讲讲版权啦，版权啥物问题，即马爱大人去解决，阮无法度解决。哎，这节目搁无录，啊，所以即个囡仔阿家了。哇，会小姑娘专模仿。我感觉得你讲个足爽，啊，希望即个囡仔会甲我友好。结果大家拢咧欠钱，可怜哦，莫来甲我借到钱家仔。啊，前几天啊吼，小爱风波吼，歹势啦。哎，咱这业界的前辈啊，对你无满意啊咧。你讲讲也是你唔对，你袂使去找人的朋友。虽然讲恁拢有熟识，但我有讲过，每一个人个性无同，人无一定愿意甲你分享啊。啊，艰苦咱就艰苦咱的。有咱就食较济，无咱就食较少。业界吼的发展即马都咧困难啦，啊，歌厅拢无，啊，无得唱。啊，即马搁疫情，我爱冰冰秀，因为一点仔问题，详细讲讲版权啦，版权啥物问题，即马爱大人去解决，阮无法度解决。哎，这节目搁无录，啊，所以即个囡仔阿家了。哇，会小姑娘专模仿。我感觉你讲个足爽，哈哈哈哈哈，刚就欢喜啊，会小姑娘专模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